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哥。在政治服呢，下一次要新出的英雄就是我们今天所玩的古墓。古墓以往这种新英雄，大家都知道，它到底要多少金币，要多少点券，会不会很贵？但是古墓这么强的英雄，它居然是免费送。那你知道在9月8号以后，每天登入传说对决，或者是说在每天进行两场战斗的时候，都可以获得我们古墓的小小小碎片，就是小树苗的意思啦。那你只要累积25个小树苗，就可以免费拥有古墓喽。所以这个请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今天难得有这个不用你花任何点券金币的，想不到吧？只要你在9月8号到9月17号期间每天登录，然后再加上每天玩两场传说就好。我今天不要求你玩四场还六场，两场就好，它就可以获得这个25颗小树苗。那25颗小树苗就可以碎化我们大树苗古墓，厉害了吧？真的想不到。影片看到这边，你还没有帮我影片点一个赞跟订阅的吗？你们要说到做到哦，记得帮我点一个大大喜欢打的赞，还有开启这个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这个影片第一手消息咯。那么你们说到要做到哦，有按赞没按赞我一看就知道。 OK， 有没有订阅呢？我也看得见。好啦，在古墓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解说一下它的技能组。古墓的被动就是它在草丛的时候会回复我们的生命值，也就是说草丛也可以说是古墓的温泉的意思。古墓的一技能就是拿它的小小的树枝往前插一下，就可以造成对方一个非常巨量的伤害以及缓速的效果。古墓的一技能小树枝只要累积插到5个单位，它的一技能就会变换它的模式，变成可以冲撞类型，有点像是萨尼的一技能会可以把对方直接推过来的那种感觉，有小小的位移。那你只要插到玩家的话，它是计算成2个单位，像野怪或者是兵线都是计算成1个单位，累积5个单位直接变换了我们的一技能类型。那二技能就可以看到说，又是一个180度的量角器往前一个拍，可以把对方集中。如果我们今天连续拍到2个人，就是直接拍2个人的话，它的伤害值会额外提升 50% 的伤害。那么至于古墓的大招呢，真的是落地生根啊，因为他在开大招的期间是没有办法移动的。他可以移动的就是他在大招里面有个小圈圈，就有点像是拿树叶去砸我们树下的敌人那种概念。不要想说树叶不痛，是真的还蛮痛，只要被连续砸到这个树叶的敌人呢，会获得这个晕眩效果。然后我们在开大期间是有霸体效果，就是说对方晕不了我，也没有办法中断我的大招，而且呢我还有一直不断的回血啊吸血效果，还真的是蛮强势的一只新角色，就是推荐给你们大家。而且他蛮坦的，然后一技能的伤害真的是蛮痛的。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大招落地生根，直接拿这个树叶去砸敌人，直接被人家这敌人被我晕眩啊。哦，这个安奈特。然后因为我的大招是一个连续攻击，所以我觉得出钢铁长枪其实还蛮适合古墓的。然后而且钢铁长枪还提供我们古墓 15% 的技能冷却啊，还有生命值以及破防效果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在出装方面，我比较偏向于半坦流，那这个半坦流就是也有这个半输出，对于古墓来说其实还蛮不错，因为本身它就蛮坦的了，而且它的一技能戳下去真的很痛，这个巴掌直接拍下去根本就像拍蚊子一样。所以这个免费英雄不要再错过咯，之前已经错过很久那种集这种小碎片啊送佩纳啊，像这次是集这种小树枝小树苗去碎换古墓，所以这次绝对千万不要再错过了。那至于古墓会不会开放，到时候出会不会开放我们可以用点券买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，这要可能要正式推出之后才知道。不过现在呢，只拿到说它是可以免费集这个小树苗就可以碎换英雄，这既然是免费的，大家就尽力一下好不好？那再另外一题啊，当我们一技能只要插中5个单位嘛，都会变换技能。当我们推完人之后，我们可以开启大招，那连续砸中对方5下的时候，我们一技能也是会转换这个形态的，也会变成可以推人的哦。所以这一点也要记起来这个小诀窍。那这边开启大招，一直砸，一直砸，砸在这个安奈特身上。他大招真的算是蛮痛的，所以往前冲刺。那再一个打蚊子，别动我队友，再戳一下。戳一下的话是会这个缓速效果，然后再打一个蚊子。可以看到说，我们古墓它冷却时间真的蛮快的。再插一下，成功收头。这时候再打一个蚊子，然后队友居然说什么由越南语翻译，就像花一样。我有点不懂他们逻辑。
怎么就像花一样？居然有人讲话可以用花来比喻，花是可以比喻什么？然后大家千万不要忘记，我基本上呢每天都会在 NONO TV、NONO Life 那边做一个直播，有时候就是礼拜三跟礼拜日会休息这样子，都是晚上7点到9点钟，不要再错过咯。那我基本上都是会开这个观众场、自定场啦，然后让你们来进来同乐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7点钟就等你们咯。当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，可能应该是8点或8点多之后了吧。那当然没关系，我开到9点钟，所以你们在看这部影片的当下，可能看完之后也是可以来看直播的。这边被两个人围哦，看到说我的大招只要打，就是砸中敌方英雄的时候，都每个子弹都会回复2%的最大生命值。那这边他要来杀我，直接一个反杀。那次应该是瑞克，对，是瑞克。我今天下午才发了瑞克的影片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哦。那这边我已经700了，好险不是一个007，是一个700。OK 的，然后我这一场呢真的打超久，我打了快30分钟哎。因为古墓虽然它在前期我觉得蛮强势，可是它在后期还是有小小小缺点，就是说它在拆塔能力还是有待加强。这边帮忙一下，啊，我们的艾米丽，哎呀，艾米丽奈西奇啊，这边开启大招。而且我们开启大招之后还会获得额外的护盾，所以啊，那些想要攻击古墓的人还会先被我大招砸。而且古墓其实呢，我发现到它大招虽然就那么宽，可是呢它中间的小圆圈有时候都是那个树叶，小树叶是可以砸得到我们圈圈外面的人的，就会就是会超出一点距离。这边稍微清一下兵线，古墓在清兵线方面的速度还算是蛮快的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古墓感觉是一只辅助型的角色，是真的还蛮适合当辅助的啦，因为他全身都是控场技能，不论是他的一技能、二技能、他的大招，各种控制技能啊，把对方直接一个180度两脚气直接拍一个蚊子。在古墓当初出的时候，我就说他二技能是根本就是拍蚊子用的，真的还蛮溜的哦。你们擦一下，古墓他是需要蓝 buff 的，而且他本身是非常的硬。我基本上呢，它的伤害主要来源是它的一技能。这边拍一下，再往前冲撞，这边再开启我们的大招。我刚刚才冲撞完，我开启大招之后，可以看到我们一技能它变成蓝绿色的，又可以再冲撞一次。所以它在技能接技方面呢，有点像是斯科德，因为斯科德呢，它在一技能用完，开个完大招，它一技能又会刷新，有种类似斯科德的这种接技的概念啦，就是推荐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参考。这边直接回城补个状态，他在草丛里面的回血方式我觉得还蛮猛的。当然如果我们在草丛里面被攻击的话，这个回血呢是会被中断的，就是他一定要在非战斗状态当下他才可以在草丛里面回血。不过他这个机制已经很棒了啦，已经很棒了。而且古墓他的技能是不太需要什么魔量，不会说到很缺魔。你看我用到玩到现在，技能就是有就开，一有技能这个就开了，他也不会说，哎，那个我们的魔量很干啊，什么之类的，还算是不错，就是推荐给你们大家。虽然我现在身上有蓝 buff， 可是我在前期对线的时候，也是一有技能，一技能或二技能就用。这边队友被欺负了，居然敢欺负我们家队友，来救一下。不过因为对方人太多，哦，这边哇一直被晕。那个卢米亚真的在这个版本其实也是蛮强势的，这边没有插到人，也没有拍到人，看我们被4个人围哦。虽然我们有护盾，而且我们血量一直不断在回血，我们看到那个回血是一个很夸张的，因为我们只要砸到英雄的话，每一下都会回复我们生命值。在重生之后，我们游戏直接快转到了26分钟半，26分钟多，因为这场真的打太久了，然后中间有点就是有点没意义啊，所以也是不用看得太仔细，反正就是中间你来我往，然后也没有打什么会战，然后我们就去拆的防御塔，然后就看到现在这样，我们下路的高丽塔不见了，然后他们有2座高丽塔不见了，然后现在就是等待胜利的一刻。我们现在就是不断的去做一个推兵线，因为这场打野不是我，没有办法去吃凯撒，然后去放一个天空巨龙，不然的话这一场很快就结束了，就可惜啦，拖了这么久。这边清一下下路兵线，可是我们家队友直接拆掉对方主堡。那这一场呢，最主要还是要来宣传一下，古墓是一支免费送的英雄，所以一定要在9月8号之后每天登录，每天打2场，就可以获得我们小树苗哦。记得去做，那记得帮我影片点个大大喜欢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我是佑哥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还有我们的 NONO TV 见。